有一个小细节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装在卷轴里的根本不是电磁干扰器，而是引燃装置，就是为了切断这里的安保系统。你看，这是一座双子楼，拍卖行的金库。 在B座的地下三层，我们现在在 A 座的37层，廖德同的办公室。两个金库装的是同一联网的安保系统。多亏乌鸦发现了这套系统的漏洞，那边的安保系统停了，那这边的也就停了。要不了6分钟，我就能接管这儿了。 听说，这里面有什么？哼，秘密啊！廖德同的秘密。电脑的密码已经破解了，现在正在对电脑里的文件进行解码。